Hello, everyone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大家的兴趣和爱好。通常呢，我们要是有兴趣爱好呢，我们可以参加相对的课后俱乐部。那这些课后俱乐部或者正常的俱乐部，英文我们就叫 club club。那参加这个词英文叫 join join。你可以 join a club after school。那你们喜欢哪一些 clubs 呢？ 我想想啊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下象棋，所以象棋英文我们叫 chess，chess。你喜欢的话呢，你可以 join the chess club。除了象棋以外，我们也可以学油画。那油画呢，我们叫 painting，painting。想要参加 painting club 的时候呢，我们是需要充满的想象力，对不对？这样才能画出好看的画呀。那想象我们叫 imagine。 Imagine，大家注意，这是个动词。Imagine，那你要是喜欢这方面的艺术，可是你自己不想要动手画，那你可以拍照啊。那照片我们就叫 photo，photo。你可以 join the photo club，然后你需要的设备就是一台相机，对不对？那相机我们就叫 camera，camera camera。 拍照和画画都是需要考虑到你的主题以及这个主题的背景，对不对？那背景我们叫 background，background。那说不定你对这些艺术类的东西或者游戏类的东西不感兴趣，你比较喜欢大自然，你喜欢野营。那野营我们就叫 camping，camping。然后如果你想要野营呢，那你需要的设备就是一个帐篷，对不对？那帐篷我们叫 tent，tent。 我们可以 join 各种各样的 club，我们可以 join chess club，可以 join painting club，可以 join photo club，也可以 join camping club。那说不定我们有一些兴趣爱好是跟 club 无关的，可能我们就喜欢读东西，可能我们只是喜欢写作。那根据读和写的东西呢，有哪些？当然我们有杂志，这个英文叫 magazine，magazine。 杂志里会有很多的文章，文章我们叫 article，article。说不定你比较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杂志里的文章，而是文艺一点的诗歌。那一首诗我们就叫 poem，poem。我们又可以读和写 articles 和 poems。我们在读和写的过程中呢，也经常能得到灵感。 能让我们受到启发，那灵感或者启发这个英文我们就叫 inspiration，inspiration insp。OK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啦，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尽量用多个词造句。I joined chess club this morning。我今天早上参加了象棋俱乐部，或者 The camera is for photo club。这台相机是摄影俱乐部用的。 Okay, that's all for today.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. Bye!